早上起来5点多就去干活去了，到现在已经下午了，刚才来到已经给咱里边的狗狗喂人打扫差不多了，饭也喂完了，本来这几天也一直没去医院那边去看他们了，正好这没有活了吧，到医院去看看大黑去，因为大黑啊在那儿查出来情况又不太 有点肺水肿不大好，就问问什么情况去，然后还有就是喜乐之前说他就是身体缺乏的蛋白质，正好这一次给他拿点鸡胸肉，上面煮了给他吃，给他补充补充营养，还有就是粮食也得给他拿去了，可能也没什么粮食吃，多多再给你拾掇吧，拾掇完赶紧走。生气的样子了，你看那卷，是的，呼哧呼哧的。妈的，这两天不见就生气了，生气了。不喂了水啊？对，让它肺里的那个水吸收吸收。还怪多吗呀？挺多的，其实。它状态还行。用完这个药，明天就再拍个片子，看吸收怎么样。这个没什么吗？这个没什么，这个正常吃喝就行。吃喝的那个？对，这个吃喝正常，这个就暂时停掉了。查凉了，你们还要给测个全部吸收这些传染病吗？查我早上给测了，没有。他没有是吧？没有。这个错，这个没测。这个没有什么症状呀，不都挺正常的，也不打喷嚏，也不了。啊，当时那个查血，血给查了这个。对呀、啊。要是有症状的话，应该血液你也有表现。对。那都不理我，你看，都生气了。这两天不来回了，是关系都淡化了，陌生了都。哎呀，还有尾巴啊！这事知道了，都长好了，长得挺好的。医生都说长得挺好的。是的，你这缝了都不行。就是里边还有肺，里边有水。你怎么上人喜乐呢？我喜乐谁不来了？站着，大黑，来，往哪去？大黑还是想找喜乐来的。喜乐，你不能下来。起来了，但是就对吃的感兴趣，跟黑豹一模一样。宇航，怎么啦？这不咬死啊？吃吧，没事。真的呀？舔嘴人有点害怕的。不能下来啊！哎，对对对，来了，上这吃，慢慢的哈。吃吧，没事，有点小小的害怕。吃吧，没事，行了。哎，对，表着去吧，走吧。吃完了，大海。吃完了，咱们让大小哥给你弄点肉干儿，先给喜乐吃，好不好？我一定吃。好的。你喜乐自己趴着吃啊。是的，喜乐自己趴着吃。吃着了，快吃吧，喜乐。
来吧，还对我还害怕。大黑，对，别吓着我，是吧？给大家个好意吗？心脏跳的都可快了，是的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咱慢慢来，大概。认识了，两天没见。哟，那这个牙都还少半个呢，瞅见了吗？嗯，瞅着了。嘿嘿嘿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也乖乖的，知道吧？咱搁这配合治疗哈。你手在这边，他都不敢吃。嗯，牙都是这样的。吃饱了再回来。好好治疗，行吗？行了，哎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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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上，行吗？你得好好治疗哈，你得搁这好好的，知道吧？配合人家医生。行不行？咱们也集合拳，行不行？集拳就答应大哥了，啊？